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不吃便当，今天来换吃卤味。哦，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的介绍是我们台中，就是夜市路边常常会有出现的一家连锁的那个小摊呐、啊，摊子，然后它就是冷卤啦啊，那个你就是那边点用，然后它就会帮你切好。上香菜，然后加酸菜，然后上香油。那我是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那个酱汁啊，就是你如果要辣齁，它不会帮你先加在卤味里面，就是你这等到这卤味你买回家都还是原味的齁。然后它的调味酱就是会这样 一包给你这样子齁。然后要吃辣还有辣酱，它就是会另外给你，对。所以你回家可以先吃原味的，然后再依照自己的口味去做调整，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然后，那我最近也蛮常去这一家买的哈，啊，像他很多东西，我就觉得还真的蛮不错的，好吃又便宜。像我买的最多是这个鸭脆肠啊，也就是腱肠，那这个是一捆50块啊，哇，很脆。这个很脆，很好吃。哦，那海带的话，一片6元。啊，这个他们这个海带是应该是自己发的，不是菜市场买回来那种泡过药水的。哦，所以它这个吃起来有海带的香气很足。哦，然后这个是米血哈，米血一片好像16块吧，忘了。然后他们家的那个，我最近比较常去他家买，就是他们家的这个，他们家的牛肚，一片不小片哦，才50块。他那个，我连我那个特价，他那个分量，我看快要追打平。我去那个大卖场，他有时候打烊前的那个超特价的那个卤牛肚啊，他。差不多比它多一点点而已，那个分量就打完折还要80-90块哦。嘿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卤牛肚真的是蛮超值的，这么多，你看这么多才50块，真的很，这算多了，真的算多的。如果去店头吃的话，哎，好，然后他会帮你加酸菜的，啊，他们家酸菜。也有单卖，然后是23块一包。嗯，这都有调味过的酸菜。那其实这样子，像这样子原味去吃就不错了。哎，那你如果喜欢重口味的话，就再自己加那个调味料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不贵，那像我今天买这样198块，真的很便宜。好，那就分享给大家，就。